那他们这个遮色片动画，那遮色片动画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哈、哦，遮色片动画跟我们刚导引阶段有点像，被遮的会往内缩，只是它的图不一样而已，啊，图不一样。那你看呢、哦，遮色片要用一个图层当做遮住别人的地那个元件啊，当那你的遮色片可以是形状，也可以是文字，也可以是群组，也是元件，它的限制比较少。不过你要注意哦。就是不能用线条和外框，当然跟我们导引线颠倒，我们导引线是只能用线条跟外框，有没有？那个才会当线吗、啊？那当遮人家的呢，就不能用线，你要用形状或者是文字群组的。好，那如果你是用形状的，可以同时加入多个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多个组成变成。遮住人家，可是如果你是群组啊、原件呢、啊，那就只能有一个，而且被遮的或遮人家的都可以是动画，只是通常我们都只做一个比较多啦，啊，只做一个哈。那这样讲你可能不是很了解，所以你看像这个，对啊，它有没有在那个里面跳？在那里面跳，外面这个圆圈圈就是一个遮罩，这样你了解那个概念了吗？哈、啊，遮住它的。那你再往下看，这个聚光灯的效果有没有？真的是能够像白板灯这样做吗？当然没有，是假的、啊。对啊，假的、啊。另外呢，你看像这个，有没有建筑的轮廓？对，我们常常看到类似像这样。那另外还有一个车子，有没有？那个闪光啊，这个也是遮罩动画，遮色片。这样有没有清楚了？啊，所以你大概了解这些东西之后呢，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练习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各位，你的 Lesson 3就不够用了呢，请你下载 Lesson 4哦。Lesson 4里面，你进来之后就有一个遮色片动画，啊，里面就有我们刚的，我们宣传这个哈姆太郎比较简单的来试探看。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哈姆太郎，你看在这边，那如果你希望它像我们刚完成的档案一样，我把那个完成档案把它叫出来。你现在像它这样，事实上遮罩就会像这个，遮罩就会像这种图示，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圆圈圈把哈姆太郎遮住了，好，实际上做来应该是像这样把它遮住，哎，然后呢它就在里面跳，你真正会看到的是什么？是在遮罩里面你才会看到，也就是外面这边是你看不到的，这样没错吧？你看呢，我们做好之后，事实上应该是像这样哦。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来试看看哈。哎，从这边，你先增加一个遮罩，怎么样增加遮罩？按右键，有没有一个叫遮色片？嗯，就是这个，按下去之后，抱歉，忘记一件事情，先新增图层。好，先新增图层，等一下再设遮色片哈。好，我现在在这边呢，我先来画一个椭圆形的。那我们刚刚有特别强调哦，请问线条可不可以当作是遮色片？线条不行哦，所以请你记得这个线叫它不要出来，只要填色就好了。至于填色你是渐层还是只有单一颜色都没有关系，反正最后就消失了嘛，对不对哈？实际上遮罩，我们在场应该有很多女生会用吧？有没有买过吗？面膜。面膜也是这样的，对啊哈，所以这个，所以你就知道什么叫遮罩，就是把它套进去之后，就两个眼睛露出来，一个鼻子，一个嘴巴，啊，那其他地方就会被遮住。所以你了解这样概念，我们现在来试看看，你今天画一个这样子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所以如果你假设不能遮罩之后，你看到把上面那一层变遮罩哦，有没有把它遮住？所以你要知道是实心的地方是遮住，就是露出来的。超过那个范围以外的，是不是就不见了？这样清楚了哈。那所以你不能遮罩之后呢，它会怎么样？会自动除了这里有变化之外，它也会自动把图层锁起来哦。也就是说，你图层锁起来之后，两个图层都锁起来，你就可以看到遮罩的结果。可是你要编辑的时候怎么办？你把手头解开，有没有恢复了？好，所以当你把两个图层都最后关起来之后，它会。让你看到所谓的遮罩的结果，你也可以按右键啊，它有显示遮罩片，有没有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。
好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做哈姆太郎的动画，我把这道我先把它关起来，你在这边哈姆太郎有没有发现是一个群组，一个外框嘛，因为这是点阵图啊，点阵图，所以我在这边假设在这里让它跳一下跳一下，插入关键格上面跳上来，插入关键格上面跳下来，插入关键格不调皮后，上面遮罩要出现，对不对？才能遮住人家，但是不用遮动画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把它打开，打开，两个通通锁起来。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咯，跳起来，下去，跳起来，下去，有没有？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，我们刚刚完成的，不是有一个白色的吗？对不对？那是我帮你加进去，让你眼睛比较好落到那个圈圈里面，所以这是假的，你了解意思了吧？啊，所以我们在做遮罩遮罩。那如果你要把那个圈圈拿出来，比如这个圈圈呢，怎么办？点到它，复制，然后呢，我要增加一个图层哦，啊，增加一个图层。可是各位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，我现在呢要把它移到下面来，对不对？你在移动的时候，请靠左走，不要靠右走。有没有发现我在移的时候，噔噔噔噔，有没有不一样？你今天如果靠左走，或者靠右走，它又会被遮罩遮住。有没有发现？它会受它影响。所以你今天呢，万一错了，你就把它重新拉出来，再把它拉下来，靠左手边，有没有这独立的图层？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哈。那现在呢，把上面眼睛关掉哈，我下面这层还是空的。那我因为要让你产生错觉嘛，所以我是不是要在原地贴上？但是你看起来就好像它上面，但是结果实际上的结果跟它是没有关系的，这样你了解了吗？所以下面这个是等于是做一个假的，让你有这样的视觉效果。这样了不了解什么叫遮罩的？知道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做其他的哈。